因为我为了要成佛啊，如果各位能够守三昧业戒，哇，那个力量太大了啊！就是我誓愿成佛，而且一生成佛，而且我要承担所有众生的痛苦，都让他们成佛，不是我自己成佛啊！那这个三昧业戒的功德，这些佛菩萨已经受了，就可以让这些众生呐、啊，什么身口意。本来是鬼道的、地狱的畜生，都变成佛菩萨的身口意，都变成观音菩萨，变成普贤菩萨。那如果各位你听我这样讲，你自己也决心，好，我从今天开始发誓愿，我一定要成佛，要精进的修行，啊，不再贪嗔痴，你马上得到戒体。所以密宗有一个讲法说，这个咒语如果没有上师传给你，不能念，啊。你念的就是偷盗啊，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有决心守三昧业戒，那什么咒语你都可以念，不犯盗法，啊，不犯偷盗，因为你够资格了。谁比你有资格？啊，因为你已经决心了，啊，没有人敢发这种誓愿。三昧业戒，要么就快速成佛，要么就快速下无间地狱的，只有两条路，没有第三条路。所以他。如果你能够这样去发愿，三昧业界不得了，你什么仪轨都可以念的，啊，什么修行你都可以，因为你接受所有一切，所以希望大家发三昧业界，好不好啊？下回传一个三昧业界传戒法会，但是各位，我不见得有资格，你要找那个有资格的三昧业界的这些法师来传才可以。他没有三昧业界，他怎么传给你？啊，如果他真的是四守三昧业界。那这个太伟大了，它超过地球上的所有出家人功德，就不分在家出家。但是无论如何，你了解意思，那一定有很诸佛菩萨都是守了三昧业戒的，就像观音菩萨、地藏菩萨，他们就三昧业戒，地狱不空，对不对？是不是？这个就是三昧业戒，他从没有放弃过。啊，只要你念诵他的名字，任何一位佛菩萨，他永远在救度众生。所以各位跟我念来，嗯。我们今天假装一下，每个人都受三昧戒，好不好啊？假装一下，没有问题啊。那马上你就消除任何业障，什么癌细胞、什么车祸都不见了啊！跟我念三遍：嗡，三昧耶，萨埵诃，嗡，三昧耶，萨埵诃，嗡，三昧耶，萨埵诃。南传戒可以还俗舍戒，三昧耶戒。不可能舍戒的，啊，三昧业戒不可能舍戒的，没有舍戒的一天。为什么？除非所有众生都超度了，都成佛了，你永远都还在精进。这就是大乘佛教跟解脱道不一样的修行的方法，啊，因为只要有众生在受苦，我的愿力永远存在，啊，牺牲自己帮助众生的愿力行为永远存在。这叫三昧业界，所以我想大家都是华人，华人很有福报，懂了中文，中文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菩萨的戒律，所以希望大家你现在想尽办法，无论如何让自己能够去受三昧业界，好不好啊？你要争取这个啊，你读就读100分，不要说50分就 OK 了啊，因为要为众生，你愿意去承担。那你反而是会有业障，所以念完三昧业戒来，请看第一条这么小字啊，念一下一。如果此咒，这不是说光念，就是说你如果愿意接受，此咒能使六道众生得戒清净，六道也包括地狱，也包括人道，具足戒律来接受我们的供养。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就变成金刚身口意，像佛菩萨一样啊。所以来，我们现在念7遍好不好啊？7遍。啊，地狱鬼道、恶鬼道，所有都守三昧业戒，那些祈求有三昧业戒的诸佛菩萨加持这些受苦的众生，就算他们不守三昧业戒，那请看第六条啊，第六条，很多人说我杀生啊，我邪淫啊，我杀人啊，就像那四比丘刚刚讲的，但是第六，设有人承受佛戒，恶心破毁不复清净者，若诵此咒17遍。破戒罪垢悉得清净，马上恢复。啊，如果你真心的要守三昧，你过去杀人放火，你将来都马上成佛。啊，立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自己要决定。啊，
好，我们来念七遍哦。所以各位，这些地狱恶鬼道都变成佛菩萨的形象啊。他们虽然没守三昧业界，搞不好很多守三昧。为什么？他在地狱恶鬼道受苦，今天把他调过来，能够减低痛苦。在苦的时候，有些人为什么不改？因为不苦。下地狱了，他就会受戒了，太苦了啊！他还在追求快乐，他当然不怕。他已经在痛苦了，以前人家癌症快死了，你给他讲吃素啊，他怎么怎么怎么也好，不要痛就好。我们现在就是太快乐了，所以就不怕苦啊。好，念七遍，所有众生身口意恢复清净。来，哦，三昧耶，萨多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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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三昧耶，萨多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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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来要念药师咒。为什么？他们被杀，身体很痛啊！啊，乃至在恶鬼道没医院啊，地狱道天天在被受伤啊，被砍被杀。然后呢，我们呢这边是药。各位以后如果中药粉，你也可以加进去啊，观想一下布施，特别你在吃的胃痛布施胃药，头痛布施头痛的药中药，然后你的香再给它加进去布施出去，所以大家念下来，南无药师佛，南无药师佛，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随心满愿药师佛，南无随心满愿药师佛。好，那各位你就负责点水。你念药师佛点水就变药师咒水，以后你要吃药最好这个药念念药师咒才吃，或者给家人的药。所以经典说这个人得癌症很严重，这个药你帮他念108遍药师咒再给他吃，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念药师咒不会念没关系，你就观想整个医院生病的人、贫穷的人、要发财的人、思想有问题都可以改变。来，南无本觉梵提毗沙奢俱卢毗流尼婆那婆诃那世耶喃那揭陀耶阿难陀提三藐三菩提耶喃至那唵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娑诃南无本觉梵提毗沙奢俱卢毗流尼婆那婆诃那世耶喃那揭陀耶阿难陀提三藐三菩提耶喃至那唵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娑哈南无本觉梵提毗沙奢俱卢毗流尼婆那婆诃那世耶喃那揭陀耶阿赖耶帝三藐三菩提耶喃至那唵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娑哈。那我现在请法师拿了这个药绕一下，这个药如果经过你身边，你再挥一下好不好？拍拍自己生病的地方，啊。因为生病搞不好有个业障嘛，消除掉，搞不好有个鬼神债主也给他要嘛，啊，那因为大家的加持，佛力的加持，所以他绕一下来，再来虚空藏咒，满整个虚空都是宝藏哦，而且他们得到不是说这一份我们两个分，不是，是每一个众生都拥有全部，就像整个地球的财产都给他了，哦，他就很快乐，他这样就很容易超度。他这样就很心甘情愿，就是虚空藏咒。来，南无萨瓦达那格那拜哟比丘摩诃毗萨瓦塔康乌嘎帝萨帕仁那伊曼干嘎那堪梭哈。南无萨瓦达那格那拜哟比丘摩诃毗萨瓦塔康乌嘎帝萨帕仁那伊曼干嘎那堪梭哈。南无萨瓦达那格那巴哟比丘摩诃毗萨瓦塔康乌嘎帝萨巴仁那伊曼干嘎那堪梭哈。再来要超度他们呐、啊，不动佛心咒一念，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通通超度，而且愿意往生妙喜净土，当下就往生，因为这个咒可以净除一切业障，所有众生的业障。都可以消除掉，包括我们，所以各位也要多念啊。然后呢，希望所有餐厅死亡的动物，乃至来这边吃饭的人，未来身上的业障也都消除了。然后念的时候会转经幡，
啊，念一下：经幡飘动，众生离苦，同生净土。啊，然后那各位你把你这一张拿出来绕好不好啊？啊，绕佛光啊，超度他们。然后呢，比比排位哦，啊，排位消灾内外都帮他超度啊。今天餐厅内外永远超度。然后你不用念没关系，特别堕胎的胎儿、自杀的，都得到超度。来，那么人呐，在呀呀，嗡刚刚尼，刚刚尼，若扎尼，若扎尼，坐扎尼，坐扎尼，扎沙尼，扎沙尼，扎尼汉那，扎尼汉那，萨瓦伽玛巴朗巴朗那美萨瓦萨多念扎苏哈。那么人呐，在呀呀，嗡刚刚尼，刚刚尼，若扎尼，若扎尼，坐扎尼，坐扎。你扎沙尼扎沙尼扎尼汉那扎尼汉那萨瓦伽玛巴朗巴朗那美萨瓦萨多念扎苏哈南无真那扎呀呀嗡刚刚尼刚刚尼若扎尼若扎尼坐扎尼坐扎尼扎沙尼扎沙尼扎地汉那扎地汉那萨瓦伽玛巴拉巴拉那美萨瓦萨多念在说哈。再念一次大水球咒嗡嗡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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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巴拉桑巴拉桑巴拉印达尼耶印达尼维修达尼维修达尼轰轰噜噜轰轰噜噜沙泪沙泪说哈说哈啊。最重要的，希望我们各位大家将来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好不好？你一定要发愿，哪怕哪一天突然车祸死亡，你都会去极乐世界的。啊，为什么要去极乐世界？因为这个世间轮回很苦，这个世间你要放下啊，所以多念佛，然后呢，祈愿阿弥陀佛加持。所以现在大家发愿，然后你要观想我们的老祖先、胎儿、死亡的朋友。这些动物都坐在莲花上面，他们现在吃饱饱，拥有一切，外表庄严，个个变成阿弥陀佛，很高兴往生极乐世界，活的人消灾，他们身上冤亲债主也超度。来回向偈，愿生西方极加持好了，现在要把所有的外面在做烟供，各位要亲手把这一杯拿到外面去，好不好？顺便运动一下，外面也会发给各位一块饼干，除了布施水米，要把一块饼干放在烟里面，变成更大的布施。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进入您的心，改变您的生活，帮助这个世界。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我是复健科陈向宏医师。现阶段国内疫情趋缓，鼓励民众可以适当的走出户外踏青或运动。